觉得自由，有的爱像阳光紧握，便拥有便失去着。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。有的爱像阳光紧握，便拥有便失去着。我说你是夏夜的萤火，孩子们为你唱歌。妈妈，我只想要画你的手，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，因为你有梦可做。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，那就让我忍。那已经进来的朋友帮忙分享一下哦，我们十一点准时开始哦。长得都上来发展，
嗨，大家早上好，新的周一开始了啊，新的一周开始了。
那大家过了一个非常，是吧，非常长的一个假期啊，3周3天的一个长假。长假之后呢，可能现在很多人还在休假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已经开始要做工了哦，对吧？新的一年要开始了哦。如果说你还在假日的气氛当中啊，赶紧回到我们的正常的工作和这个学习当中。新的一年的行情呢，也已经开始布局了。啊，上个礼拜四呢，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布局的第一节课程，接下来在30号呢，会讲这个布局的第二节课程。今天这个节目呢，其实之前是有做的啊，之前有做的，后边因为到了家里办公，网络的问题就没有再去做了。很多的学员呢，跟老师建议呢，还是要做回这个盘中的这个内容啊，盘中内容确实也很重要。那到底要不要看盘啊？想赚钱得看盘，是吧？之前我们讲的是要赚钱得看盘，那么到底怎样看盘呢？看盘需要看什么呢？我们怎么样能够确认当天的热点行业以及热点股项呢？这是我们重点要给大家解答的，是吧？作为 day trading 来讲，我们每天可能在前一天晚上啊，比如说昨天晚上啊，昨天晚上我们就确定明天要买什么行业，买什么股项。但是，今天开盘之后，你所关注的行业或者说股项可能没有跑，那你可能就怎么样，出现了一个问题。那你是不是会继续坚持你昨晚的一个研究，还是说我们基于今天盘中的特征去重新规划我们的交易？啊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作为 day trading 来讲呢，必须对盘面特征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把握。首先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呢，就是说，当天可不可以交易的问题，是吧？什么叫当天可不可以交易呢？就是说，当天如果说是暴跌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于交易了，是吧？如果当天还可以，那你比如说，你看一下今天这个盘面来讲，那么这一面呢是大家必须要看的。然后我们看到，哦，目前是上升了12.38，涨幅在0.75，上升的股票640只了，现在啊，还在增加，下跌的是425只。然后我们看，这一面的行业来讲，除了 healthcare 以外，其他都在上。那 healthcare 这个行业来讲呢，就目前是比较差的了啊。而且给大家提醒，就是说到1月1号以后呢，卖空的这个机制恢复之后，那么很多的卖空的机构都在盯住四大天王啊，手套五四大天王。前面在报纸上我们有看到这个报道，所以提前给大家提示一下风险。如果后边真的是被卖空的这些大鳄盯上以后，那么手套啊，以 healthcare 这个行业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一种下跌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看这个降的比较好的，比如像这个 technology，还有 financial service 啊，以及像这个 property 今天降的也不错啊，这边的transportation。那么这三个行业来讲呢，finance 啊今天是领涨的，那么这是一个很非常好的现象，是吧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，那么 finance 呢重新回到涨幅榜里来，是吧？那么它的带领，那么是马股上涨或者健康上升的一个标志。technology 呢还在出现上升，那么这个是从今年的3月份一直到现在贯穿整个行情的热点啊。如果说你打算做长期投资的，那么一定是从这个行业来去选择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亚太地区今天的情况。啊，我们首先从整个区域来看呢，如果说都还是不错的话，那么今天是非常适合于投资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来看，今天亚太地区呢，大多数都上升了，对吗？然后菲律宾呢出现下跌，其他基本都是上了。为什么我们要挑这个11点这个时间啊？因为如果说你之前有听过我们的这个分析的话，11点呢是早盘的一个转折点。啊，通常在10点55分到11点之间，容易出现转向。降的比较多的，今天像这个泰国啊，泰国当然目前没有开市。韩国，你像红筹股指数啊，包括中国的沪深300。然后我们主要是看一下马来西亚。那基于马来西亚这个市场来讲呢，我们怎么样去看？然后你看一下，早盘的时候呢有冲高，快速下跌，跌完之后呢，很快就冲破了这个黄线。那么冲破黄线这个点呢，其实就是一个早盘的一个买入点，对吧？然后之后呢，到10点20多分的时候就没有再
冲高了，现在目前是在调整当中。调整的时候呢，如果到了十一点啊，现在是已经十一点了，它还没有跌破黄线，说明今天受阳线的概率就非常高了。所以我们把十一点作为一个分水岭，然后你可以看这一面它的情况，对吧？然后是出现了这个阳线，如果说是两阳加一阴，今天收了阳线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，按照趋势角度来看应该是就已经翻红了。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它今天一开盘可能就已经翻红了，然后我们打开一个趋势网来看一下啊，它确实翻红了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看盘中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提早的知道哦，今天这个市场是翻红了的。翻红了之后呢，那今天你去分析的时候，你可能提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结果还是不定的，大概到十一点之后，如果这个结果定了的话，就是差不多已经定了的，是不是？从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分析这个静态盘的时候，有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呢？有看到说什么叫好的现象啊？一个好的现象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它虽然是下降趋势，但是说它的下降趋势没有跌破这个阳烛一半，所以这种情况呢，我们谨慎的去看多，是吧？这是前边跟大家讲的这个内容。所以说我们的分析呢要有根据，要有这个逻辑，要有根据，是吧？不能凭空想象。好了，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情况呢，如果说今天大概差不多快收盘的时候，它这个收盘价啊能够还是在这个阳烛一半啊，1640点以上，甚至怎么样，今天的收盘呢甚至都创了新高了，是吧？所以当天的时候你看，在这个上礼拜五的时候虽然它调整了，但是说没有跌破这个一半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谨慎看多的，是吧？然后另外从趋势网角度来看呢，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个现象。什么现象呢？你来观察这六条虚线，这六条虚线在前边的时候呢就三条，是吧？这边是五条了，然后到这儿变成四条了，这变成三条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从坏到转好的过程。那么这个虚线越多条变青色，代表市场越弱啊。它从这一天其实从拜三的时候呢就有一条虚线变回了紫色，然后拜四走完了之后呢有两条啊变回了这个紫色，所以非常好的。另外我看这个现象动能呢在减弱啊，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。然后再到今天呢，你会发现怎么样，它已经基本上完全都变回了紫色，对不对？并且这个道士蜡烛也翻成红色了啊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。然后下边的炒家呢也是在增仓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是看一个盘中呢，盘中可能更快一点，对吧？但是盘中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个游龙看啊，放一个游龙，因为游龙它会比较快一点。然后从盘中来看呢，它虽然是有出现了一个反弹，是吧？但这个反弹到底能不能持续呢，就跟这一面是一样的。你看啊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从这边呢它是庄家在不断增加的过程啊，庄家开始增加了，然后到这儿呢你发现庄家其实在减少，是吧？这一段时间呢，如果说你看这个看图，你发现这一段时间其实怎么样，它是调整的阶段，是吧？调整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到了这边差不多才开始出现了什么呀，上升趋势，然后从这开始又开始跌了。跌的过程当中呢，它我们需要看什么呢？我们需要来看它的庄家其实还是在减仓的，是吧？然后重点我们是看这个紫线，这个紫线呢如果说没有明显的筑底，你看吧，这边有一个筑底的过程，是吧？目前这个紫线呢它在走一个小五浪，是吧？这是一，这是二，三四五之后呢再筑底，是吧？然后才能再起。所以目前这种上涨呢它是不是很健康的呢？暂时还不是，因为它没有炒家的跟进，是吧？炒家是减仓的，所以说大概类似于在这个阶段，是吧？后边再跌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基于它的趋势角度来看呢，是有出现上升的，对吗？啊，比如我们看它六十分钟，六十分钟里确实出现了这个突破主线回弹又确认的情况，是吧？但是这个确认点它不能够确认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还没有突破这个紫线，是吧？但是庄家比例有所增加，这是好事，是吧？连续两个蜡烛啊，连续两个六十分钟都在增仓，
但是最新的这一个小时呢，在那个减仓，是吧？那于是我们可能要看到更短周期，30分钟啊，或者说4-5分钟啊，是这样子看，是吧？目前在走一个调整，所以暂时可能就还不能进。那么刚才我们说这个点是什么点呢？刚才我们说这个点是在28号的10点，然后今天的10点呢，它有出现着一个红柱，是吧？点位呢大概910点，现在是920点最高，是吧？但这个点位呢是不对的啊。我们可以参考它的指数，但是这个指数是我们自己做的，它点位是不对的，但是说它的走势是基本类似的啊，可以参考的。好，当我们看完指数以后，我们要知道哦，今天可能环境还不错，是吧？环境不错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考虑一下应该投资什么股项，是吧？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盘面来看呢，就发现啊，这么几个行业是不错的，是吧？这么几个行业，哪几个行业呢？啊，你看这个 finance 还不错，是吧？然后是 property， 然后是 transportation， 你大概锁定了，是吧？包括这个什么 construction 啊， industry 啊，就不错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 PCK 的，就是这个 Homely 软件动态软件呢，它可以让我们浏览到当天的热点的行业、热点的股项，只要点这个 course， 然后之后呢，我们点这个 CHNG， 这样子的话，你就看到这是今天涨幅榜里面的股票，今天涨的比较好的一些股项，然后你就这样打下来，你看一下啊。然后你会有看到它呢，其实是非常强势的。啊，我们换回到这个游龙啊，这个神龙过来，换回神龙呢，你发现它庄家比例是非常高的，是吧？非常高的，现在目前涨停的这个状态。然后其实这一面呢，你发现它就是在不断减仓的。到这儿的话，你发现它这边呢，基本上已经横摆结束了，是吧？横摆结束的标志就是说，这个红柱呢有明显增仓，并且突破了子线，然后开始上升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发现它这个子线一直是在红柱里边的，是吧？红柱也基本上呈现一种总体的上升趋势，它也是非常强势的。那你如果说你是在这边就发现它的话，所以你为什么每天要看盘呢？每天看盘的时候呢，你就有看到它，是吧？看到它之后，你发现日线里没有买点，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放一个30分钟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寻找到它最佳的一个买入和卖出的这个时机，这是做 day trading 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问题，是吧？作为 day trading 呢，我们更多用的是这个 Multicolor Dragon X， 用的是它。然后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很好的进场点，其实在这个位置或者这个位置，这个时间是9:15就出来的。9:15出来的话，那其实还可以买到的，是吧？价格才1.01，最高到1.32，其实可以涨一个差不多3毛钱嘛，是吧？然后目前变成青色，可能你就已经跑掉了，对吧？或者说涨停你就先跑掉了，对吧？那至于说你怎么去发现这个股票，是吧？是今天早盘才发现吗？其实不是。其实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在上个礼拜四、礼拜五就非常强了，是吧？它不是今天才强了啊。它这个庄家比例呢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它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它从这个12月21号开始就已经开始庄家开始增仓了，22号也增仓，然后这个是23号也增仓，23号增仓特别明显啊，并且散户消失了。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一些短线的这个股票的时候，应该怎样选呢？应该选择庄家上了75，而且散户消失了啊，并且就是这种情况啊。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应该选什么样的股票作为短线投资的标的，必须是强势股啊，必须是强势股。那于是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呢，也就是把这几个条件加在一起啊，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边我们有一个方案，就是散户为零。散户为零呢，我们就可以选择散户消失的那个位置，然后我们再寻找散户消失之后庄家有上穿75的这种股票，是吧？哦，在这儿 retailing 是吧？我们就点一下，点一下之后呢，那你可能就会找到那些特别强势的，是吧？庄家出现这个增仓，而且散户为零的这些股票。那当天，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已经错过了，是吧？那你就知道下一次你要找的是什么东西。你要找的就是庄家大幅增仓到75%以上，然后散户消失的股票，这就是你要找的类型。
那当天你如果能找到这样类型的话，其实当天就可以进场了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去注意你要找什么东西，你要看什么东西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强势股它的特征。它两个基本比较明显特征就是说散户消失了，第二个庄家是增仓的，是吧？而且在75关线以上。那这种情况呢，就是它当天强势的一种表现。我们来看啊，然后打开看一下，它确实非常强势，是吧？它就是上穿75了，而且这个散户是消失的，对吧？然后你比如像这种就稍微差一点啊，不过它散户也消失了。散户消失之后呢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它有没有买点呢，你发现它涨没涨啊？它涨了，对吧？虽然涨的不多，但是也是涨了。然后你看它，哦，这是游龙啊，我们换回神龙过来啊，换神龙。换神龙的时候，你发现它在那个上个礼拜四是不是第一天散户消失啊？是。那你今天呢有没有出现买点呢？今天呢你可能要看到一个30分钟里边，它有没有给你出现一个买点？30分钟里边呢，你就换回到这个游龙里边来啊，就比较简单了。比如这个地方，这是24号。那么这个是28号9点半，看到吗？所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分析判断，从选股到你盘中的这个交易，是吧？它今天涨了，那你在这个4毛钱这买的到4毛3，其实能赚一个差不多八九八千吧，是吧？这样子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决策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这两个静态啊跟动态是怎样来搭配呢？是这样来搭配的，静态是分析决策选股，动态是具体把握盘中的买卖点。你这样一个分析下来的话，你赚钱的概率就会非常非常高了，知道吗？比如说我们再看啊，你看他就选的，如果说庄家增仓那种情况就比较好啊，比如类似像这样的，你看，他就属于那个科技股嘛，是吧？刚才我们说了，科技属于热点，是吧？那你在选的时候，具体是不是要结合一下热点啊，是吧？那你知道哦，这个属于可能是一个科技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他今天有没有起？你发现它也有起，是吧？也有起，所以说你捕捉到上涨股票的概率就更高了，对吧？它虽然起的不多，但是它也起了，是不是？它在这个 Multicolor Dragon 这边呢，你又看到它有出现什么呀？出现这个散户消失，也起了，但是它起的这个空间不大，是吧？因为它毕竟在前面这个位置还有一个高点，所以说暂时你可能就赚一点就跑了。如果它是这种情况，类似于像这样的情况，刚好是突破的这一天，而且又是刚才讲这个散户消失，这个庄家上75这种情况，所以它就容易是一个暴起的点。如果是刚好到前期高点附近的话，你大概知道这个空间是不大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往下走，其实很多啊，有很多，但是你就要去选嘛，选择一些稍微好看一点的。比如类似像这样，这是房地产，是吧？房地产庄家没有增仓，看到吗？庄家没有增仓，我们选择一种有增仓的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稍微有一点增仓。基本满足条件的比较少，是吧？然后后边的话，就我会设计这个方案，就什么方案呢？就是说，散户为零，庄家上75，这样的一个方案出来啊。如果说你是会员的话，想要的话可以找我啊。如果还不是会员的，想要这个方案的话，想要做 day trading 啊，选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股票没选对的话，你赚钱的概率比较低。我们再回来看啊，再回来看这个当天它的这个情况，当天的热点你会看到是吧？比如这是第一个热点，我们看到了是吧？第二热点的情况呢，其实跟我们说的差不多，是吧？在它第一天翻青的这个散户消失的位置呢，其实是可以的，这个点是吧？然后它也不是今天才涨，它是在上个礼拜三就涨了，就有点突破了。礼拜五呢就收了一个小的阴线啊，或者类似于假阴线，是不是？其实是一个阳线。但是你发现庄家是不是在增仓啊？你要选择那些庄家不再减少啊，庄家这个是在洗盘的过程，洗完盘之后庄家明显增仓，这个位置它是上穿到了64，首次上50的啊，所以这个选股很重要。你要选那些洗完盘之后首次再回到50盘线以上，
如果这个位置刚好又是散户消失的位置，又是庄家大幅增仓的位置，它就容易是一个起爆点，是吧？然后第二天你介入或者当天你介入，那今天呢就涨了28千。那今天盘中它有没有给你买点呢？盘中是有的。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去抓这种热点，你第二天能赚钱的概率是非常高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不要嫌说哎呦涨这么高了，你第二天能赚钱的概率是非常高的，尤其是你有这个动态软件的时候，你这个捕捉它的概率就会更高。你看在这个位置，这个点是今天的9:15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买点。这个买点的有效性呢，你发现下边这个子线是往下的，这是第一次首次红柱站上主线，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轻转红的位置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。这个点呢是5.35毛，现在是6.4毛、6.7毛，那你其实还可以赚的不错，是吧？然后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买也可以，它是首次散户消失，是吧？也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看30分钟里的这个图呢就很好了，就刚好是这个位置，是吧？就是散户消失这个点上，那大概是在今天的10点，价格是5.4毛啊，其实还可以赚一些，对吧？如果说你看60分钟呢，60分钟就刚刚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呢有出现，是吧？其实它这个位置就已经出，其实就已经怎么样，散户消失，庄家有增仓到75%以上，所以这个位置是可以考虑的，然后就已经开始涨2个小时了，对吧？你再往下看，你要知道你看的是什么东西啊，你看盘看什么东西，不要光看价格又涨了还是跌了，交易量大还是小啊，没有用，你看是不是有庄家，知道吧？庄家散户有没有消失，你看散户消失这个位置你买的话，它都是可以赚到钱的，是吧？这个时间是24号就消失了，所以用散户消失这个条件来选股的话，一般是短线的怎么样必备的一个条件，是吧？必须要有的这个条件啊，是这样子的啊。然后你今天他有没有给你机会啊？今天一定是有给你机会的。你看啊，这个是游龙这个点，那这个点呢是9点多，是吧？9点多到这儿冲了一下就先卖掉了，庄家已经跑路了嘛，是吧？前面这个位置呢是一个不错的买点啊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买点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买点，是吧？买了之后呢冲了一下就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往下看啊，你要翻的是什么呢？你要翻的是不是就是说你看庄家首次消失的这个位置，散户首次消失的位置是不是这个点啊，是吧？然后它是不是一直在起啊？其实很多人有问这个股票，那你60分钟图里它有没有给你出买点呀？那你是不是看30分钟图去买比较好啊？然后你看这个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点，是吧？它在洗完盘之后，它的庄家会大幅增仓，突破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子线，散户会消失。那这个点呢，你就这样买下去，它是在10:30出来的，6.4毛，最高到7.3毛了，是吧？这样子的。然后如果说你在15分钟图来看的话，就也还可以，是吧？这个位置。所以你掌握这个技巧，再赚一点短线的钱其实很容易的，知道吗？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要看，哎，你比如说这个位置，你看它就是刚好符合我们刚才给你讲这个情况，它是调整完了之后散户首次消失，庄家也首次怎么样上75，是吧？像这种情况，那你就是需要在明天或者怎么样去找一个好的点去进场。我们要翻的是这个东西，你当天这点找着了，如果说你假设你在这天就看到它的话，你每天有看盘，在这天就看到它的话，是不是这是上个礼拜三呀、是4毛，到今天已经是5.3毛了，你能赚不到钱吗？你这一天翻到了以后，或者选到了以后，是吧？你可以这个用60分钟图啊，60分钟图或者30分钟图呢，你去寻找它的买点，比如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买点，那这个买点是24号4点，是吧？其实还是很强。很强的话，你再继续往下细分。那么最近这个点呢是24号，这个是28号，10:45有出现一个买点。你要知道你找的是什么东西，看了吗？这也是当天的热点，非常强势的。它其实在这个位置就散户就消失了，是吧？散户消失之后呢，庄家有大幅增仓，也上75了，对吧？然后这边呢有出现上升，它上升过程当中你发现非常强，没有买点，那你于是把它细分到60分钟。60分钟里面你就发现了很多的买点啊，这是个买点，这是个买点，这是个买点，这又是个买点。今天的买点出现的比较好的点呢是在10点这个位置出来的啊，4.5毛。
现在是5.2啊，最高。其实你赚一个 intraday trading 其实很容易的啊，有了这个 PCK 的话，如果没有的话就很困难了啊。然后你看这个点就很好，就是洗盘是吧，洗完盘了，洗完盘之后这个柱又穿破了这个子线，然后这个青色散户消失，庄家大幅增仓，所以这个点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是吧。那这个点是在21号就出来了啊，如果你选股呢，主动选肯定能选出来的啊。今天涨了11把线，那中间它有没有给你提示买点啊？肯定是有的。你比如说这个点就是在23号5点出来的，现在目前刚好又出来一个机会。然后比如说30分钟的话是这样子啊。当然我们跟大家讲是教你看盘技巧和选股技巧的啊，你可别跟盘啊，我们不作为那个任何的买卖提示推荐，我只是告诉你怎么样去看盘，怎么样选股。那你没有软件你更不应该跟啊，你跟完之后风险自担啊。我们 不推荐任何的这个买卖点啊，也不推荐任何的股票，我们只是在学习怎么样看盘，怎么样去交易是吧。你这样交易，这样看盘，你比如这个点刚好就是洗盘洗完的点是吧。它洗盘的时候这个是青色的，然后下边有散户出现，并且这个线是往下走的，到这个位置呢，这个红柱呢就快速的冲破了这个线是吧，然后散户也消失了，而且这个倒时蜡烛也翻红了。那这个点呢是非常好的一个进场点，然后之后这个点是吧，包括这个点是不是啊，这种你看是一样的啊。好了，今天那你看比如像这种它就是第一次翻红嘛是吧，我们找的是这种点，它其实在上礼拜五就已经散户已经消失了对吧，其实就已经开始起了，今天降了18线。好了，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机会啊，就首先你要确定今天能不能做，第二你要知道热点股项的这个特点，热点股项三大特点，第一个它应该是上趋势的，第二个散户应该是消失了的，第三个庄家至少在58线以上的是吧，满足这三个条件你就去放心去操作就可以了好吧。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就讲这么多，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是吧，可以找我。然后早盘的这个20分钟呢，希望大家每天坚持是吧，去做好这个盘中的交易是不会有问题的。有些朋友的话应该是做全职 full time 的对不对，你更应该做好这个什么呀，这个盘中的交易。盘中交易其实不难啊，但是这么几个条件，你要会看盘，你要有软件，你会看盘有时间，会看盘有时间，然后有软件，这三个条件是你做好 day trading 的这个什么呀，做好 intraday 的三个条件啊。如果说你真的想把这件事情干好，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，必须有时间盯盘，有软件没时间盯，要不然就是能有大把的时间盯，没有软件盯的是不一样的软件是吧，那你也不行是不是。然后盯盘有软件也不会看，不知道要看什么东西，这也是一个问题是吧，选股选不对也是个问题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弄对了之后呢，赚钱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好吧。那我们的直播呢就是这样的情况，就是早盘会在这个 Facebook 直播是吧，然后大家就要注意及时收看啊。然后晚上的话是8:30到9:30，会比较详细的去讲解选股啊，包括当天的热点啊，以及呢整股是吧，早盘就整不了股票了，然后晚上会有这个诊断股票是吧，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分析当天的市场是不是。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 subscribe 一下我们这个频道啊，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 YouTube 啊 YouTube 两个平台是吧，然后这是我的 YouTube 的账号 HomeyChat Jeff， 你可以搜索我，然后加这个关注或者加那个订阅就可以了好吧。那我们今晚上8:30不见不散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如果感觉收益很好的话帮忙转发啊，帮忙点个赞转发一下哦。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想要做 full time trader 的，想做这个 day trading 的啊，想把 day trading 做好的，可以推荐我的这个 Facebook 给他好吧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如果说你想要使用软件的啊，就刚才这个软件想要使用的话可以联系我，那么这边是我们的联系方式，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啊，在这边是我们的联系方式。就算了。
我站在不知就冷了，爱着有什么不说呢？难道错过了才能不回头？谁问我是醒就醒了，谁心没开过就飞了，追逐爱恨痛聚着，就算结局时间一直都数着，我们之间的快乐，此刻汹涌的狂热，却永远都深刻，心跳一直都数着，生命之间的快乐，只想痛并快乐着，爱过才算活着，有你陪我走久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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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心里住着一个苍老的小孩，如果世界听不明白，对影子表白，是不是只有我还在问为什么？只有